对，玩一会儿才行。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觉得我的塞拉斯好像会玩了，结果发现还是弟弟。我塞拉斯基本上都是打的顺风，逆风打不来。跟我来呀，奶哥，我们两个这个组合一级不干一波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全军出击，此战不休。他们正常上线的，李刀锋正常上线。李刀锋一级兵的经验应该没吃到。来不了呀，没血呀！李刀锋刚 TP 出来，我可以来，可以吗？可以杀，还有闪。操作贼他妈笨逼，操他妈的！刚起床的时候，他妈的感觉自己脑子是真的晕的，好晕好晕。裂开！你这个闪现，真棒！我应该早点闪。你这个闪现感觉你也应该是刚起床，奶哥。
话，什么喝的呀？凤凰没蛋。我感觉我现在这么大的优势，我也能浪死你们，也能他妈笨死你们，信不信？信不信？这个平砍太他妈优秀了，女刀锋巨他妈难受，这个女刀锋 miss 了 miss 了，女刀锋巨难受，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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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没有，他被我控线，他玩不了的，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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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裂开，啊，为什么要打呀？凤凰没闪。我想想啊，他这波混到六级了，我裂了。本来可以好很好越塔杀他的。女刀锋交闪了吗？女刀锋交闪了吗？要越塔越塔是吧？这把他妈大招了，我真他妈蠢，兄弟们！哎呀，好烦！想遁入青铜，今天。他们上路废了。
等峡谷出来，你多围着上半区打。我现在很猛，战斗力。那个，你都要来中了。我上路推了，我三项拆塔巨快。蜘蛛在哪？蜘蛛在哪 ？OK。蜘蛛在上。你要出个蜘蛛吧。我就打峡谷，你能来操，这逼伤害好高！哎，今天打游戏我肯定会很笨，他妈的。蜘蛛没闪这里。你放纵吧。这女刀锋他妈了个逼，混了个三项出来，我惊了。裂开。心态崩了，真的。
心态崩了，无法满足我。花式送死。我操！通宵玩了这个点睡醒打游戏是真他妈臭逼菜，是真的真的真的真他妈臭逼菜。我闻到了一股小学生的味道，真的真的真的。下来了，对面。脑子是糊的，真的他妈逼基本操作都没了。有大吗你？我巨脆，我只能说哪个还是猛啊。妈超神的局玩成了四杠三，哎，贼鸡巴傻逼！我操，真的。一百块，差个血手。我这把其实好肥的，哎，好烦。
人多，不然这后防不敢出来双击的。老鼠怎么死的呀？快走快走，没大。闪现也玩多了，裂开。打不了了呀，他们。走了，等会儿直接找机会就开他们脆皮，雨刀锋也可以开。好贴，哇，这团战他妈了个逼，好难打，我操。我操，好难打，好难打，这团战。太他妈臭逼难了，完了，炸裂，兄弟们，感觉今天连跪节奏了。